共藏獒土贼这家伙现在成了厂子里面的黑马王子。这家伙有一个特点，就是咬人非常厉害，看家护院的一把好手啊。别看着他现在他温柔啊，大家看着他温柔，但是陌生人出现的时候，他表现的方式是非常凶恶的啊。边上睡着的这条是凯彻，凯彻现在已经是配种40天啊，再过20天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他的小宝宝了啊。这家伙现在也是不喜欢活动，每天就是在静静的养胎啊，这是他的一种职责和义务。旁边躺着老黑，老黑也是一条山南的母藏獒，他和凯瑟是同一个品系啊。老黑到今年下半年是满6岁了，那么今年也是他的最后一胎了。这家伙现在已经怀上了啊，都怀有了小宝宝了，所以在这个时间段，产业里面的藏獒都不喜欢活动，每天出来他们都躺下来静静的休息，这也是动物养胎的一种表现啊。看这家伙非常的漂亮啊，非常的温柔，现在看上去显得非常的温柔，但是一碰到陌生人，他们的那种攻击性是变得非常高的，变得非常强的啊，这是原种藏獒的一种魅力。